我觉得只要不触到自己的那个底线，我觉得是可以妥协的，是可以不以为然的。其实，它不伤大雅。随着国内疫情逐渐结束，各行各业复工在即。而昨日，肖战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照片，红地雪梅在一片黑色帷幕下暗自凋零。虽然有所凋零，但是整体还是欣欣向荣。周围白色的光投进来，似乎在告诉大家，光明终将到来。只用了一天点赞数就已超千万，看来复出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。对此，各位观众有什么看法呢？说迷茫，其实我觉得就是非常单纯，变得复杂不是一件坏事情。我觉得一个人不断的成长来说，对于我来说，我现在已经28岁了。有时候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的话，我觉得你需要学会复杂。善良跟复杂其实它不是反义词，就是永远把自己的放到最低，但是努力的去做好每一件事情。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想要做到的原则。